来，西哥，你15天的假，来回路上最少也得用9到10天，你回家只能待4-5天啊。4-5天已经足够了，全团就准了我一个人的婚假。啊？走啊！凤英姐在等你呢。现在有多少同志在等着我们的药品？走。 不不不，你不回去，我就太对不起望眼欲穿的凤英姐了。我们早到1分钟，能救下多少同志？你想过没有？走。误了你的婚事，我怎么再见凤英姐？这跟你回三十里铺不是一个方向。让凤英选择，她也会这么做的。走吧。 杨嫂，哎，陈先生，哎，我怎么听说傅来喜回来了？我也看见他的马了。哎，兔儿，你又胡球转！我没胡球转，来喜回来了。啊，咱们先别打扰他们啊，我去教训那个情绪平和许双虎，大家抓紧时间办事儿。办事儿？别大眼瞪小眼了，再细吹慢打的，凤英又被闪到半路上。对对对对对对，放一放。我先去了啊。 爹，娘，我回来了。父老乡亲们，我想你们。我傅来喜没有给咱三十里铺村脸上抹黑，我回来了，平平安安的回来了。 我宣布，绥德县东川乡三十里铺村傅家傅来喜和同村刘家刘凤英新婚大礼现在开始。双虎，哎，不行，凤儿，咋了？ 我要穿自己的新衣裳结婚。哎呀，凤英妹子，抓紧时间入洞房，来喜哥呀，还能给你留一胖小子。哎呀，快点，快点，哎呀，啥？
阿拉西，你没事，我一换衣服。可以啦，够漂亮的啦！从小跟弗莱西一块长大，他还不知道你哪儿俊哪儿白的呀！啊，行行行，赶紧拜堂去吧，快点快点快点！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完毕，新郎新娘送入洞房。哎，等，等一下啊，陈先生，不是，我说你懂不懂啊？啊，过事啊得有个规程，是不是？这个没做账，没撤账，也没压账，还没有病头，入什么洞房啊？对不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翠翠，把这个没脑水的憨蛋给我弄走。还没说完呢。哎呦，哥，哎，你干嘛呀你？今天什么时候了呀？有你在这说话的份吗？哎，行行行，这我知道啊。这个来喜和四妹的洞房呢，我就不弄了。不过这个喜糖喜烟总应该有吧，是吧？是。这喜糖呢，你得剥开了喂我吃，要不然二哥可给你找麻烦呀！啊！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别闹了，现在呀，新郎新娘入洞房哈！等一会儿啊，什么规程都可以不要，咱陕北人呀得唱山歌。这不能少，凤英必须得唱，对不对？对对对对哎，洞房三天没大小，我爱咋闹就咋闹。哎，今儿个谁要给我一巴掌，哎，难听的话我就不说了啊啊！凤英，慢走。这不比钻大箱子和走千里路容易吗？唱吧，唱啥呀？就唱你跟弗莱喜的感情，要唱的响个当当，脆个蹦蹦，大伙听着一个字都不落，那就行。凤英，就两句山歌的事，难唱个啥？唱吧。可不敢耽搁了。大伙说凤英不唱行不行啊？那一把火。
二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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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副营长家，副营长在干嘛呀？来喜来喜，回来就喜，当然是做新郎官了。陆教导员，我告个假，看看四妹子凤英。急行军，哎，陆教导员，不就打个小鬼子吗？又不在这一会儿功夫。哎，听见了吗？原地休息。命令部队原地休息。是。你听。好像是我们三团的四号员。这么远，怎么会呢？没错，就是我们三团。不行，我得去看看。哎，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你的部队？我很急呀。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不盼着今天吗？我当然盼着了，可是……我天天都盼着今天。我每天做梦，各种各样的事儿，艳阳横行，我都梦到了。每天梦的都不一样，唯一不变的，就是我跟你生的头一胎，不是个小子。啊？你连这都梦到了？嗯。你可真行。哎。嗯。我头一胎生女的，你不嫌弃吧？这八字儿还没一撇呢，咋八字儿没一撇了？咱俩都结婚破一汉了。我是说生娃娃，你怀都没怀上了，还男娃女娃的，不嫌害臊？我就不害臊。哎，咱又不是偷吃狗，这会儿急事忙慌的，跟撵狼一样，急个啥嘛？你别笑话我。哥哥的命根根，亲蛋蛋。我就这么面对面的看着你，都还小。真香啊！一口把你吃。凤英，哥对不起你，让你先奉上这个。这个傅来喜，我是故意多给他几天假，可他怎么今天才回来？还没来得及和他谈，肯定有什么原因。不过。我还是想，凤英怪可怜的，让傅来喜多待些日子吧。干脆我们不打扰他，悄悄地离开，然后让陈先生转告，让他直奔军度就行了。悄悄地离开，军号一响，他啥都明白了。可是替凤英想一想，为了这份爱，他受了多少罪？才见面，才拜天地，才入洞房，连个知心话都没说上就。这对他们来说。也太残忍了吧！可那傅来喜的脾气你比我了解啊。就算我们想让他多待几天，他待得住啊？来喜的脾气犟得很。干脆这样吧，我命令他多待几天，他要不听，看我怎么收拾他。这样好。嗯。这傅来喜这虎脑熊啊！当兵嘛，偷奸耍滑都不会。哎，又坐哪了？你脑熊熊啥呀？啊，这是缘分，是命，好女子就是轮不上你，你冲我撒气也没用。你把你这臭嘴给我闭上啊！傻小子，秦丽萍让他们两个生米做成熟饭，还不是为了让你死心啊？又胡扯。
你放心，不管我到哪儿，咱们两个两条身子一条心。等你打走日本鬼子，我就能回来。那个时候，咱不用怕这个怕那个的，好日子由着咱们过。看远一点，咱们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的。你一走了，我心里空落落的。 魂儿也跟着你跑了，你到夜里，我就跟猫抓挠一样。凡儿，我们三团就在外边，我肯定是他们。我已经抄家了，而且我犯了军纪，是要处分的。那你咋不按时回来？哎呀，我不是说了吗？ 为了护送刘猫女他们和军需，我多绕了几百里路呢。我已经抄家了。那，我找陈先生，给崔团长写个信。凡儿，我们三团人马就在街上，我真得走了。我不。 咋这么安静？不像是办喜事的样子。村里人都好心，就怕傅来喜拔腿就走，就没按规程办事。克里玛查硬把俩人给关进洞房里去了。<笑>这怎么回事啊？硬关进去的。这还不太方便了。没事，咱是给他准假，让他俩宽心的。走过去看看。 陈先生，这是咋回事儿啊？咱对我是有纪律，可是也得讲点人情啊。哎，你别着急，我先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位是傅来喜的团长，崔团长。崔团长，凤英从定边回来啊，就一直念叨您的好。现在这傅来喜刚进洞房，您不会跟钩子棒打鸳鸯吧？<笑>难得你有一副好心肠啊。 崔团长，您这一来，我的好心就都没用了。哎，那可不见得呀。您会准他续假？<笑>我也有一副好心肠啊。崔团长，您真是真佛显示，他们小两口遇到你是他们前世修来的福分。哎，来来来，快请进。 凤阳，你听，好像是崔团长他们来了。凤儿，你咋了？你别哭啊！别哭了啊！哎，你哭成这样，待会儿咋见人呢？ 崔团长一来，看你哭成这样，那还以为我娶了个丑媳妇呢。一传出去，连咱们三十里铺的人一起笑话。那什么三哥哥四妹妹，那就叫做丑人多作怪。你才丑人多作怪呢！别哭了。 陆教导员，傅来喜请求休假报到。哎呀，来喜啊，欢迎姑娘，恭喜恭喜啊！我代表咱们团全体战士，祝贺你们新婚大吉，永结同心，白头偕老啊！<笑>恭喜恭喜，我来和你们喜酒来了。崔团长，陆教导员非常抱歉，我没能及时归队。你这个家伙，我给你这么长时间假，你还没有照顾好凤英姑娘，回去啊，看我怎么收拾你。 崔团长，不能怪来喜哥。你别护着他，他要是欺负你啊，你跟我说，我叫他给你跪磨盘。<笑>哎呀。
凤英姑娘，真真是个叫人心疼的俊妹子。我上次把你硬撵回来，不怪罪我吧？不过，我可要批评你。听李交通员说，上次在回来的路上，你可够顽皮的。凤英，你越发漂亮了呢。三儿啊，哎，这怎么连客人都不会招呼了啊？站着像什么呢？啊，都大伙儿都屋里坐，来坐屋里坐，来来屋里坐。大哥大嫂啊，我得祝贺你啊，你们是真真的养了个好儿子，娶了房好媳妇啊！过奖了，过奖了，快到屋里坐，屋里坐。进去吧，进去别停，在这。哟，这么漂亮的新房。娘，哎，崔团长，哎，入室导员，坐，坐。快快，团长，怪不得副营长神魂颠倒的，这么漂亮的凤英姑娘，这么好的家，哎，这是我呀。也心不在肝上了，你不在肝上，在哪儿啊？哎，这得问他呀。问我？你行啊，吃个苹果，堵堵你的嘴。孙队长，哎，吃。哎，夏队员，吃苹果。娘。死女子，就知道哭鼻流水，真没用。哎呀，谁跟你似的，就知道疯雕疯抢的。我给你都操碎了心了，你咋这么笨呢？你怎么能怪凤英嘛？那也许是傅来喜鞍马劳顿的呢。行了行了，你现在赶快找团长去，让他再多准几天假啊。去吧去吧，臊大大的，咋说呀？你平日里想来喜念来喜，千里路上都敢跑，现在咋了？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到时候你后悔的吐血都没用。哎呀，你倒是去呀！哎呀，我把香都给你烧上了，就差你磕头作揖了。你老实说，你是真想汉呢，还是虚头巴脑的装样子？开不了口是不是？我跟你说去。哎，我去。快点儿啊！我还以为那几个便衣和鬼子要打劫谁，其实他们要打劫的就是刘毛女他们。刘毛女他们，我在卧虎梁盘山道上打死了几个鬼子，才把军需给保护下来。这些药品来的不容易，跟金子似的，能救多少同志的命啊！嗯，来喜啊，我要给你请功啊，崔团长，跟探亲相比，保护军需才是大事。我已经吵架了，你做的对，应该的。崔团长，我一听军号响，就知道你们来了。咱们怎么？哎，日军集结了重兵，要在黄河军渡处突破，而我们河防地区战线很长，兵力严重不足，难于增援照应。军渡一旦失守，整个陕北和中原地区就非常危险，所以。中央军委命令我们三团和原守军一道，一定要严防死守河防这个战略要地。原来是这样。哎，孙团长，那咱别休息了，走吧。不急，我一路的急行军已经比原计划提前一天了。一到军渡，战士们就要进入阵地，叫他们多休息一下。啊，是。见着四妹子了，那当然了。哎，那个副营长是不是高兴过头了？这连归队的时间都忘了。哎，哪里？他呀，只比咱们早到小半天功夫。啊，哎，那四妹子她真人长怎么样啊？这个怎么说呢？别着急。哎，这要把说俊女人的好词好话全往她身上安。还一点都不嫌挤，他呀，全担得起。是吗？那比延安歌舞团的水上漂和定边的二转子还好。一百个水上漂加二转子，都撵不上四妹子。
哎呀，那你小子可真有眼福啊！哎，这是得说咱们副营长啊，有福气。崔团长，欢迎啊，陆指导员。按理说啊，应该摆英巴玩酒席来招待你们，可这不是来喜哥刚回来吗？没来得及，只杀了几只羊，来尝尝我们陕北的羊肉臊子荞面饸饹，吃吧。哎，凤英啊，这下高兴了。凤英啊，就这会儿，你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你不提，我可就不管了，你可别后悔哟。真要我说出来？哎，你不说出来，我咋知道你想要什么呢？我啥都不想要。当真？当真。这女子，嘴上倒硬气，心里还不这样想吧？既想要新郎官，嘴上还不说，你走三边找来喜哥的勇气都哪儿去了？这碗羊肉臊子饸饹面啊，我可不能白吃。这样吧，凤英，你什么时候和来喜哥成够了，什么时候把他还给我，好吗？崔团长。马子交给崔团长。是。啊，崔团长，咱们军鞋、军粮都准备好了，全部军粮啊，都是罗马店秦丽萍个人捐赠的。太感谢你了，秦丽萍。感谢啥呀？没有你们打鬼子守住黄河，哪有我们罗马店呀？报告崔团长。报告崔团长，何方指挥部特级电报。四号员，到。集合队伍，立刻出发。向前看，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喜哥，我给你熬的鸡汤，趁热喝。我是一个营长，我不在，三营的兄弟们没人指挥，这仗就没法打。嗯，
其实崔团长是为咱俩好，可是如果我真的不去的话，三营的兄弟们就……其实我这次离家更近了，才十几里路，你随时都可以到军渡来看我。我要是安顿好了，我马上就可以回来看你，真的。我知道。我去了。走吧，我等你回来。哎。嗯，好喝。凤英，我到了之后安顿好，马上就回来看你啊。嗯。出力的时候到了，你得好好护着你主子啊，脑子放机灵点，体子放轻快点，好好护着他，他是我的好兄弟，好兄弟你懂不？啊，就是比好朋友还好，比亲兄弟还亲。少华，没来得及跟你说句话呢。白起，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你还记得不？我跟你说的话还记得吗？我记着。白起，你要做到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你才是我的好兄弟。少华，万一我……一定要照我说的做，不然我做鬼都饶不了你。听见了没？队长，弗莱奇报道。弗莱奇，你拿什么打仗啊？崔团长，我队伍已经出发了，执行命令，三天后归队。崔团长，我已经归队了，执行命令，回家。莱奇哥，凤英，你怎么来了？你的东西。司站长，你看，崔团长，谢谢你，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来看望我们。上马。是。宁河，宁河。姐，你别难过嘛。我难过啥呀？我那是替你难过。我总算见着他了，拜了天地，成了夫妻，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过门过门，过来过去，我还是你一个人。姐，他掉扣会回来的。
我真希望自己是个男人，我就能替弗莱西到战场上去打鬼子，把他给你留下来。这下离家近了，过几天我就到军渡上去看莱西哥。福儿，你真傻。他是离家近了，可是他离鬼子也近了。咱还剩多少弹粮？100来弹吧。赶明儿跟三团军需处说一下，以后缺粮，尽管到店里来驮。哎，栓虎，你说，咱现在最应该顾的是啥？打鬼子。还有，活着。打鬼子，靠八路军。活着，只能靠咱自己。你跟姐说，除了凤英，你还看下谁了？姐，咱先不说这个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珊瑚，姐知道你心里想啥呢，姐也知道你心里除了凤英，再也装不下谁了。咱们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都但是。我也不求啥将来了，我只希望你能多陪陪我。不要让我在这个黑个洞洞的世上看不到一丁点光，感觉不到一丁点暖。虎，你就陪我一会儿，姐不为难你。姐。